喂，Lawrence 啊，我啱啱畢業出嚟，又想揾啲鏡頭影下啲模型啊、小品啊、花花草草咁樣喎，你有冇啲咩推介呢？梗係102.8百美啦。喂，大佬啊，我都講咗啱啱出嚟做嘢啦，好明顯係一條窮啦。你有冇啲平啲嘅推介俾我呢？既然百美咁靚，但可惜你只不過一個窮，不如試下呢支咧。就是這一支104光圈小白眉，這支小白眉價錢就3800元到4800元左右，而且小小支，相比於我們那支白眉102.8光圈 APO 那支鏡，這支就真的超值，因為那一支 APO 鏡要賣成13800至14800，你想想前面加到個一字，對於阿樹你這些窮就真的適合不過的了。而且這支鏡呢跟 APO 那支會不會拍出來有很大分別呢？ APO 眾所周知就是將三原色集中在同一點，但是這一支呢只要你在順光的時候拍呢也都不會相差得很大的。那究竟這一支拍出來的效果會是怎樣的呢？我們一會兒就出去拍一拍照，我哋一齊去睇下相先。